手枪 James Bond。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，对方唯一有武器拿大砍刀的那个人已经挂了。嗯，砍刀只有一次机会。是的。首尔哪里摸了个一级甲走了？厕所吗？炮楼搞了个爆厕所。这个人就是落炮楼的，他想拿把枪远处点一点，怂，没有结果。闪击好压差，南北两边都开花呀。哎呀，这个被打掉了。他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马入跟 Perry 也是往一起飞的，所以说就有烟了，封烟了，有烟，有烟。有烟还好一点，但这个过点会非常危险。对，他回去了。啊、哦！不要了，这个过点，对方是个六倍镜，现在应该没有药的。这个时候六倍镜真的是大杀器。哎呀，这真的没办法，这有镜跟没镜差距太大了，完了。这榜一被榜末的掏了，回手掏了，掏了两个，而且现在小左，你还会 r 啊？你看小左，先打一个补一个，打我兄弟，哎呀，没办法，现在对于马入来讲，他现在是太开心了，因为我打着榜一啊，对不对？马上就而且马上就快下班了，这可以啊 ，FM 有两名队员上榜，17有两名队员上榜。是的，哎，你们看过那个龙宗拳的那个就是 AI 换脸的那个没有？他在关门，眼眼啊！哦，这边 GBL 第二次了吧？是的，哎，事情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呢？比较少，嗯，主要是 Perry 这个信息嘛，肯定往安全区的中心更靠一点会好一些。哎呦。这里不会要摸到脸上了吧？感觉要的，因为素九现在很穷。完全没有想到啊！一直也溜起来了。是的，多拿一分。嗯。杰波因为十七是他在圈内二次发育的，所以他肯定是不知道有人。天马也来，人太多了。哇，又是吹气一，这个倒两个。但天马倒两个，近点又打一个，一打一，吹箫。吹箫的距离稍微有点小远，他在预判扔一个窗口雷，这个雷很快到位了。哦，远点还有枪线 ，KDF 的。哇，打赢了。十七打赢以后都能扶吧？看十七兽的位置有没有人来撞，没有人来撞，对吧？但是这里还拿到四分一个中心点，还、行。哦，马克佐尔被小羊干倒了，对于巨幅来讲是开门红，接车接下来的，嗯 ，AZ 还在，那个谁要摸到他脸上了，有位置站，对于天霸他那个位置，他你竟然都能够撞到甲车库去，对吧？对，已经是拿到土路了，其实拉上来要主动打，卡在楼梯上了，侧面小鬼的到位的一颗手雷啊，把楼上的人炸倒了。现在大家纷纷过来脸贴脸，又炸一个 V 七，好像是开去掉了一个人的，打中了，对方想换位置，一打二，在这种防区的话有火就好了，是的，有火的话疯狂请对方哈三成啤酒，知心朋友，哎呦。被听到了，哎呀，是，也刚刚到飞天楼啊，后面又是一个混战，我的贝尔直接把老君的后援混倒了，啊啊，这一下的话 USG 过来先把人补了，然后淘汰掉了 FQI， 紧张了，这边里面把队友给揍了，好，后援过来接这个位置，嗯，风水宝地啊，你看是不是地上全是。他在路打了一个以后，侧面威奇的一个补枪，捏个雷，捏个雷，哦，炸补掉一个，二打二，小过来盘点，接连，漂亮，巨幅开始了，他现在猛冲，猛冲，因为现在很简单一点，就榜一榜二都是处于暂时几乎没法得分的状态，这就是我冲的好机会，那就找机会了，这个时候。哎，高德威炸倒一个，但是过点的路上被
远处 Heaven 给打了龙宗拳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哎呦，栏杆大残，不打栏杆啊！农场北部的厕所叫炮楼，嗯。宿九应该是有车吧？对。今天直接到天路甲之后门口了。好、哎、准啊，这个雷 ！CC108，直接炸到了脚后跟。天路也在，他只要等巨斧一走，他开部车往北部一扎就完事了。来打一个！哎呀，可惜第二波没有打下来。但是他成功的拖住了巨斧啊！是四阶段，我拖上去丢雷，这个位置相当难操作了。啊，队友会多拿一分。就这一步应该早做，对吧？应该早做，反正你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晚了会把自己拖。这条反扑的话，后面还是会跟牛海皮去打。好的 ，GX 的话已经是被天路完全的压制在蓝白之间。对，又是这个位置，又是匆匆丢雷，又是低抛，看一下效果。哎，准！到头顶开花。刚才同样的姿势，同样的力度，我已经有经验了。是的。这还能再让贴过来？没问题。十分上大分。这局天路上大分。上大分了，真的是来到了木厕所就行。哦、对枪，小羊把 end 放倒。哎，车一横直接顶脸上要丢雷了。他们的选择顶脸，但是幻神，哇，被这个侧身给打了。嗯。哦，还是再往这里走，帮一手，帮一个侧面的烟，看有没有机会。三个已经贴近点了，黑咖喱先被幻神给放倒，再来一个没问题。这正面确实牛 happy 打得很凶，防区还有一根枪线啊，人头被 K 了一个。哎，辣子趁这个机会还打了灰灰。哦，巨幅是想要过来劝架的。嗯，想找机会。对，从水泥厕所出来了，稍微小心一点点啊。快点，只剩七点最后一个了，黄雀那个倒了，就剩烟里的了。在后面想要直接按队友去架着，有没有听到脚步声？来个兄弟顶一下这个位置，赶紧扶起来就跑。还好是颗闪啊，闪，刚刚丢过来。再混烟，啊，接力赛劝架的顶出来了，摁打出来了，哇，硬！好了，已经烧到了，没什么问题。好，结束，帅气，满编拿下，确实够帅。这个地形还真不是很好打哦。不等，不在这个反坡等，就直接直接过，直接去抢对手的反坡。哇！又是匆匆的手雷，爆破小王子呀！就是对于这样的结果，我们只能说还好这个分数是天路拿，这波不亏。这个没有名字的载具把骄阳给就算他如果想买车证的话，也要担心周边侧身的枪线的。哎呀，打一个侧身。哎呦，给队友，对手的话 GBL 三个人已经手雷丢过来了。哎呀，骄阳是倒过的，是骄阳去了就是让对面丢道具的。这一波他这个拉车往正面侧边一个出枪，先打了一分。哎，这个枪械也太华丽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先打了一点啊，压住。好的，恭喜 GBL八个淘汰拿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局。是的，拿下这一局啊。第九名了。是的，刚刚拿下。